头屑用雨洁，去头屑用雨洁，雨洁洗发水，带您进入正片内容。南孚电池31年销量领先，升级聚能环4代，南孚烛光不息。民国25年，丙子，天气渐凉，梧桐苍苍，雁声成韵。此刻的南京城是一年中最好的时节。凤尾虾，豌豆糕，即使八方风雨，时局动荡，首都城内的时间依然走得不紧不慢。2年前，我未如父亲心愿入仕参政，而是去往江阴，从容报国。我叫华珍，就读于江阴电雷学校航海科2期。1个月后，我就将入列登舰，赴远洋学习。往年休假，我通常留校用功。恰逢父亲半百之寿，长兄便令我今日30务必到家。政商名流，达官显宦，无不齐聚欢喜。殊不知一墙内外，已是2个世界。上次回来已是2年多前，眼前的一切既熟悉又有些陌生。少爷，少爷。妈。真儿，一直在等你呢。怎么样，路上累吗？不累。啊，见过你爸爸了吗？还没有。他可能跟你哥哥在书房谈事儿呢，咱们去跟他打个招呼吧。好。春儿回来了。到了。哥，怎么样，路上顺利吗？我特意让司机提前去码头等你。嗯，一下城就看见他了。爸，跟客人打过招呼了吗？还没有。遇到这种情况要先跟客人打招呼，这是基本的礼仪。一会儿你带他去。好。我去看一下吴燕准备怎么样了，你们慢慢聊。时间过得真快啊，你从陆军大学转到电雷学校已经2年了吧？刚才我和爸爸还聊到电雷学校，说以后新海军啊就靠你们这些年轻的学生。他现在是个少尉，毕立不过是个中尉而已，路要慢慢走。这次准备在南京待多久？最多1个月。1个月，那往后呢？继续待在那个电雷学校？再过2年就毕业了吧？毕业之后要不要去军政部跟着爸爸？目前还没这个打算。我的兴趣还是在海军。哎，你知道吗？海军部到现在还3天2头的跑到军政部抗议，说你们电雷学校啊是军中有军。我的学校听人提过。不要在家讨论这些事情，走吧，何部长应该快到了。既然你执意留在电雷学校，
我也希望你能看重人。回到家了，放松点。诸位，那先失陪了。请随意。好。哎，还敢还手？这是我给爸爸买的生日礼物。给我干什么？自己给爸爸去。你帮我交给他。跟我就敢没大没小，给爸爸送个生日礼物，需要这么不好意思吗？我不习惯给他送东西。那你至少出去跟人家认识认识。今天爸爸50大寿，你自己一个人在这儿吃饭算什么呢？我又不认识那些人，也不知道跟他们说什么。再说了，不是还有你这个侍从室第一秘书在吗？跟我有什么关系？你是我哥，你不管我？你从小到大就知道把我当挡箭牌啊！哎，对了，听妈妈说，你被选入精英班了，必须得喝一杯庆祝一下。警备司令部的车，他们从上海追到南京了。拐进去。让让让让！邓先生，丁家原计划把书放在坐垫底下。你下车，我就把书带走。我下车，他们会查你，书肯定保不住。上车。我们需要在他们发现这本书之前，想办法把书转移出去。让让。颐和路是不是在附近？前面转弯就是。送我去颐和路23号。你能脱身吗？不管能不能脱身，这本书必须要送到上海。队长，后边就是颐和路。现在动手吧。不急，跟上他，走路走路看。委员长说啊，电联学校是革命新海军，如果有一天上战场，我们精英班就是新海军的先锋。你真觉得政府会和日本人打起来？去年共产党登在救国报上的8.1宣言，我们在学校都看到了，中华民族已经处在生死存亡的关头，抗日救国是全体中国人面临的首要任务，至少这句话说的没错。还是爸爸那句话，政治你可以不插手，
但是你不能不敏感、不谨慎。何部长上任军政部部长这几年来，内部纷争一直不断。你是军政部次长的儿子，这些话以后就算在家里不要说了。哥，抗日不是。这是我的证件，我是华次长的老部下。队长，他进了军政部华次长家。那又怎么？找谁求救都没有用。走，我们去把他请出来。你好，请出示一下请柬。我们是淞沪警备司令部的人，从上海过来执行公务。怎么了？队长，他们是淞沪警备司令部的人。我们一直在调查追踪的一个人，被这兄弟给放进去了。我也想进去找那个人询问几句，不知道方便不方便。今天是华次长的寿宴，恐怕不太方便。我们也是过来执行公务的，在上海抓人还没有遇到过不让进门的。这里是首都，南京不是上海。抱歉了。邓老师，这位兄弟，我们都是军人，大家都在执行公务，能不能理解一下？万一被放进去的那个人真的有问题，咱不是给次长添麻烦吗？你看这样行不行？就我一个人进去，绝不给次长添麻烦。就是分钟。一到晚上就没精神，用肾宝片精力旺盛，他好我也好。汇仁肾宝片带您进入正片内容。军政部电雷学校二期航海科三班学员华珍向您报道。好久不见啊，没想到来参加你父亲的生日宴在这儿能遇到你。学校刚好放假，我也是今天刚到南京。老师，我带您去见父亲啊。等一下，出门太匆忙了，走了一身汗，这样去见你父亲实在有些不雅，方便带我去整理一下吗？进去之后记得谨言慎行。您还记得吗？民国十三年在广州，先总理邓永峰见北上，您是二副。那年我十二岁，随父亲参加了送行仪式，有幸随仪登舰，一睹轮船之奇，沧海之阔。啊，华珍。哦，对了，您送我的那些书啊，学生都还留着。
关于甲午海战的、日俄战争的，还有您钟爱的文集，身无半亩，心忧天下。读破千卷，神交古人。您教我的这些知识，学生受益匪浅。我现在离开海军，只会造船，实在是不敢成为你的老师。您虽然离开了海军，但我立志加入海军，穷天地，保家国，确实是受到了您的影响。您是我在海军的第一位老师。华珍，我有事相托。是坦士敦的 The Menschenheit， 人类的选择时刻。我想拜托你帮我把这本书送给我上海的一位朋友。要得很急吗？后天下午2点务必送到。结果不好意思啊，像您这个客人大概穿个黑色长衫这么高。这件事对你很重要吗？至关重要。好，我马上去买火车票。记住，地址在复兴东路文华饭店311房间，男主人姓孟，一定要亲手交给他。具体原因，没事。我，您如果不方便说，可以不用告诉我。千万不能让任何人知道这件事。学生记住了。重复地址，在那边呢，跟我们二少爷在书房。那个房间。对，不客气。等你从上海回来，我们再见。老师，学生一直有个问题想要问你。你说。我知道你当初离开海军是因为厌恶了派系之间无休无止的斗争，政治是各为其主，但学生始终认为抗日不是政治。东北沦陷，华北事变，我们终有一天会和日寇一战。如果真的到了那一天，您会重回战场吗？会。一定会。邓师长，我叫魏代勤，是特地来接您的。小兄弟，辛苦了。什么意思啊？上车吧，邓师长。
造船所新建监造室的室长。在上海，你是中共地下小组的组长。我没说错吧，邓组长？你们共产党的组织在上海已经被我们打没了，连你们的党中央都被我们追得满西北乱窜，你还在坚持？对你，我谈不上钦佩，但一点点同情心还是有的。说说吧，你还有哪些同党跟你一样躲在上海各自为战？我会向海军部提出申诉。树都拔了，土里总会留下一些残根，没关系，会刨干净的。少时，得闲其志。乃人生之大幸也。这是邓明远先生于飞叶的亲笔。上海，远东的一颗明珠，同时也是冒险家的乐园。古老潮湿的石板街道上，梦想往往与贪婪齐飞，野心时常共暴力一色。优雅风情的涟漪之下，人生百态暗流涌动。为邓先生送书赠友人，我来到了这里。专业的，这人没见过。那边墙上经常有人爬来爬去的，个个赛蜘蛛，我们呢都见怪不怪。您慢用啊。后天下午两点，复兴东路文华饭店311房间，男主人姓孟，一定要亲手交给他。对不起，对不起。
么玩具啊？天天就知道买玩具。背带裤的人，背带裤没有，我一直在屋里呢。好，谢谢啊。警官您好，您找人吗？看见一个穿背带裤的人吗？没有。好，谢谢啊。你住在311，屋里发生了什么事情？那个人应该走了。屋里到处都是血，爸爸妈妈还有爸爸的朋友，他们都躺在地上。我出去买狼人的时候，他们还都好好的。门口有警察，我可以帮你报警。待在屋子里，别动。求求你，别把我一个人扔在这里。外面那个警察，万一也是坏人怎么办？不认识你们，求求你带我一起走吧。记住，待在屋子里。警官，你们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问过你，赶紧离开这个地方，快点！你住哪个房间？302。哎，哎，穿西装那个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警察，你是这儿的房客吗？不，我是来拜访朋友。刚才听见周围有什么异常的动静吗？没有。有看见什么奇怪的人走动吗？没有。那有没有看见一个拿糖人的小孩？抱歉，真没有。你住这附近吗？留个地址，回头需要你做个笔录。不好意思，我是来旅游的，明天就走，恐怕帮不了你。
出来旅行带本英文书。这是德文。警官，我可以走了吗？附近治安不太好，别到处乱走，注意安全。喂，别进去！喂，出来，出来！这发生什么事来着？你把我住哪屋？来，厨房登记给我看一下。啊，在这，在这。来，翻给我看。是我，临时拉的警戒线。证件。福乐警察所。十六部分局下属第四警察所队长乔浩。三名死者都是被利器割喉，房间住客只登记了一名年轻男性。根据全部情况来判断的话，另外一男一女是对夫妻。房间里面还有一些小孩衣物，应该住了一名小孩。周围房客没有听见异常动静，暂时没有找到目击者。没了。这是我在房间门口捡到的。买糖人的大多数都是小孩，很有可能是房间里面女孩掉的。如果她当时在屋内的话，很有可能是被劫持或者逃走。我刚检查了女孩的衣物，差不多六七岁吧。好，你上个案子追的嫌疑人抓到了吗？还没有。拿着，忙你的事去吧，这不用你管了。不用你管了，队长，局长，嗯，背带裤好了，我们没追上，跑了就继续追。另外又有新案子，怎么又来新案子了？不是你跟所长申请一下派个别的所呗？你在舞厅蹲了两天才蹲着背带裤，你不累啊？你都臭了。队长，背带裤为了堵我们跑到饭店里去了，我们这楼上楼下的腿都快跑断了。那就休息一下，我也洗个澡，顺便多带两身衣服，最近做好回家准备。队长又不能回家了。行了，甭抱怨了。
我打电话。在外面等我。喂，你好，我想挂个长途。南京，海军部造船所新建建造室。那他有提醒过什么呢？在抗击不是跟什么项目一起的？这我不太了解。他平时好像不怎么样？这个干起来就当然怎么样？喂，你好，我想找邓明远，邓市长。邓市长，邓市长他不在。请问他去哪儿了？邓市长有公务在身，去外地了。请问您是哪位啊？你们是从外地来上海的？不是，我们就是上海的。那为什么要住在饭店里？爸爸说家里的房子漏水，不能住了，得搬去广州住一段时间。这几天暂时住在饭店，等有人把船票和新的证件送过来了，我们就走。
着应该还有认识的人吧。一会儿联系看看，谁能照顾你，我把你送过去。那你去哪儿呢？回家。别怕，也不会太长。